凭什么投？渔人码头，小朋友，你过来一下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反问啊，从哪里来的？高雄来。哇，这个哦，小男生，你看他特别帅气，而且身体特别好，都吃什么？他只穿一件而已哦，哈。你说你从哪里来？高雄。高雄啊，啊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安平渔人码头的？爸爸带我来的。爸爸来，爸爸来一下，来一下啊、哦！这个我们一定要访问一下，是什么原因会来这边？是路过，还是呢有风声过来哈？啊，爸爸，我、哦、很年轻哎啊。想要让孩子培养一些艺术气息，有没有听到？想要让小孩培养什么气息？哎，我以前就是这样，但是以前呢，爸爸忙，我都自己来。好，那你是怎么知道这边有演奏的？会带孩子来安平老街，哦、然后有一次停车停在这边的时候，就看到就是你的儿子嘛，哈、哦，在这边表演，是，所以就会定期拨时间过来。掌声鼓励一下哦！你看看高雄的，有一次到安平呢，这个走走，然后听到乐声就走过来了哈、哦。好，今天呢，这个我代班一下，我们掌声谢谢，掌声谢谢。另外谢谢哦，还有刚刚刚好是对，非常金童玉女哈、哦。还有这边小朋友，你们也来自哪里啊？这边小朋友，哦，在地安平。我告诉你，那个连住在安平的人口一半还不知道说这边有表演的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慢慢推广，慢慢推广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这一首呢是这个流行歌。等一下有一首台语歌，新歌发表哈、哦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唱一首呢充满爱力400年的台南，是因为大家有着大家的爱护，所以呢，台南它有今天这么漂亮的景致。然后呢，我们最近开始，你可以看到。运河旁已经开始在布置灯海，布置灯光了哦，所以呢，慢慢每个礼拜又越来越漂亮。我们要带来这首呢，我决定爱你几万年，一万年了、哦、哈。这首歌后面大家会不会唱啊？我决定爱你，爱你一万年啊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呢。重新改编哈、哦，是这个舞曲版本的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来，掌声鼓励。嘿，好，杀手锏。我爱你，我心已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渝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你。要不要票？一起打节拍。水起细雨迷离，风雨别开你的嘴影，我像小船寻找港湾，不会把你忘记。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以追忆，我们走花蕊为你祝福，我愿为你祝福。一起唱我爱你，
歌的热更加的热情，更加的好听哦，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来演奏台语歌。今天也很多朋友从呢很远的地方要来听听一些国台语歌曲。那先会来大家呢带来几首呢，叫做《相逢》，相逢怎么样？相逢的歌还蛮多的哦，哈。相逢夕阳下，好不好？我老师的主题，相逢夕阳下，还是相见啊？相见不如怀念啊！因为要给我们跳舞老师跳舞一下，来掌声鼓励。